今天是2024年9月1号，礼拜日早上2:59。今天要派的是预付做流星雨。今天的 DHR 只有5，所以是个小型做流星雨。我记得我在2021年去潮境公园拍预付做流星雨的时候遇到爆发，原本 DHR 只有5。2021年日本网站是说那一天大爆发，那一天的 DHR 有55。今天天气不错啊，而且还假日，我就再出来拍一次。这次来到是树莓停车场这里，因为想要背景有茶屋山，所以我就来树莓。从我家出门到这里只要20分钟，那就看今天的流星雨。我大概拍到4点或4点半就回去了。好。